苗持续多户注射，其实皮鞭体疫苗差不多就是一半三百门，其实有大作送到台湾，百姓通关总验调后送到几天界定处部队中心，等感染风向总验调后提供指挥中心统处，指挥中心下周外说明前线界疫苗注射情形同防疫政策。以及台湾本土疫情问题，卫生部长陈时中讲，人们考虑慢慢开放自贡已经的事情。不过考虑个人在多位外强化评估两面，若已经传播疫苗不良反应，投票前该对象，卫生部安算设立健康门诊，在下头提供计划。行政院28宣布，不太红叶有条件慢慢表扬 KTV 在不是带着演唱歌，来恢复实施东西。以及台中 KTV 红叶投资资金间小开三到四成的盈利，完全改革红盈利补助内，未变做一家办事的问题。世卫组织29快线上记者会，秘书长谭德赛讲 ，LGBT 气病例持续增加，速度超过其他地区下降的速度，促成全球新增加病例同死亡人数，系在多年来头一摆增加，也过一摆提前参加，第一次太流行结束陷入极短时间。俄罗斯新冠疫情又站起来，在24点钟新增加病例超过4万例，冲到第六。西蒙之前159个人强款冲到新高。东京宣布对30提示，全国停办九日来访评估七块来。乌克兰强款独到新日千个之前，以及疫苗注射的进度太慢，促成病例一下增加。